我的名字叫陈庆奇，今年57岁，平常就喜欢吹吹口哨，唱唱歌。天亮就是眼睛亮啊，哆来咪发嗦西哆嘛。吹低点讲。他我在吹的时候呢，他这后头在弹动，那就他是在关气放气，是这种技巧。随时随地都可以吹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琢磨。舌头后头的扭动，微微的扭动或者顶动，哈，都有的区别，晓得吧？还有嘴皮的干燥，天天吹吹吹吹，有时间两边都吹麻了，都还想吹，就是就练出来的。以后如果是上了年纪了，万一口型一变就吹不响了，那咋办？趁这阵哦，我的口型也好，气息也好，音乐乐感也找得到，也就吹给大家听。嗨，你吹的啊？哎呀，我就在这寻找这个人，我吹得太好了。